到了黄宗翰和林丹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左手持拍。在羽毛球比赛中和乒乓球一样啊，左手呢是少数，大概呢在一个队里可能是七分之一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右手和左手碰面的机会呢就相对的啊比较少，也就是碰，如果是七个人的话，那碰六次右手只能碰到一次左手。因此呢，这个左手运动员啊，在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训练中是占一点优势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国际裁判刘在定女士。大家看到，这是运动员的这个成绩。啊，这次比赛的过程中啊，中国羽毛球的方方面面的这些爱好者啊，包括呢，中国羽毛球的一些厂家啊，都派出代表团队来了。啊，像本次比赛的像赞助商啊，这个。胜利啊，像这个福建的凯盛啊，像上海的洪双喜，广州的双鱼啊，都特别派代表啊来到现场，也借此这国际赛事中来展示中国羽毛球的这个器材。另外，这次整个的这个卖票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啊，在这个体育场内外，在很多的大商店里边，都可以看到这个售票的，售票处和一些，比赛的广告宣传。但是在这个半决赛之前呢，由于是星期五以前，所以看的人不多。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啊，这个体育馆呢就非常热闹。啊，今天呢已经基本上坐满了。在开赛前呢，已经没有这个更好的球票，只有80块钱一张的球票。啊，现在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201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五个单项决赛中唯一的中国选手和外国运动员。现在中国选手林丹发球，往前球，踢掉往前，跳高球到底线，回往前，再挑到底线。头顶杀，踢掉斜线，啊，大家看到这个劈掉啊，啊，就是从前面的动作和扣杀的动作是一样的，只是说呢，在出手的瞬间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球拍侧切球、切削球的动作，所以这个球呢是非常快的。啊，他虽然是吊球，但是下落的速度非常快。啊，费了很大的力气得了一分。啊，又轻松的又失去了一个发球权，0-0。漂亮！啊，刚才这个球啊是非常巧妙。是一个假动作，啊，这个球得益于第一个放网啊，第一个球搓得好，啊，非常贴网，所以造成林丹呢在回球的时候，这个球的高度啊就没有角度了，这样呢黄宗翰就上来啊扑球，现在0-0。啊，这个球黄宗翰抓得正着。这是发球抢攻，黄宗翰又夺回了发球权，小高接到底线，
啊，这球是杀直线到了界内。啊，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了对方一球。啊，在这次比赛中呢，中国选手陈红啊是输给了丹麦的选手皮特盖德，中国选手鲍春来也是输给了丹麦选手皮特盖德，结果呢，皮特盖德呢是输给了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翰。林丹这个方向是逆风球啊，刚才林丹这个球打的呢，我们专业术语叫重复球啊，就是这个球来了以后还是打回那个地方。现在2-2，踢掉。啊，结果黄宗翰是杀斜线球出界了，啊，但是这个球的意识非常好。3-2，啊，刚才呢黄宗翰提出来要换球，但是林丹认为没有必要，所以他过去又细看了一下，啊，认为也是对的，所以就不换了。啊，黄宗翰表示没有准备好。现在场上比分是3-2，林丹发球。啊，这球黄宗翰是做了一个假动作，啊，好像是猛要往后推，然后突然一放，啊，最后呢没有晃了对手，却把自己给晃了一下，啊，失误了。压底线压头顶，这头顶一个点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腕非常灵啊，这手腕的动作非常轻非常快。现在场上比数是2-4，现在黄宗翰落后2分，这是第一局的比赛，胜者将获得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冠军。啊，也是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也是一个假动作，然后准备啊轻挡往前，结果没有过。这样黄宗翰获得发球权，3-4。4-3。啊，黄宗翰表示呢，这个球没有准备好，啊，但是呢，已经发球了，啊，刘在地女士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啊，你不能说自己说没准备好，啊，那不行，应该你听裁判的。你打的算你做好准备了吗？
在五比三。可以看到黄宗翰呢，他这个手法是非常细腻，啊，技术也比较全面。三比五，这个球林丹踢得非常刁钻。现在场上比分五比三。现在场上比分是三比五，黄宗翰落后两分。五比三。六比三，啊，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啊，林丹呢是一个月越，大家看，就这个球啊，黄宗翰主要是啊，在身体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他是跳起单脚起跳之后有一个横向的空中移位，然后利用前臂和手腕迅速的下压。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国际羽联最高规格的比赛，是六星级大奖赛，整个的奖金额度是25万美元，现在三比六。这样黄宗翰就又捞回一分，四比六。现在六比四，这个是假动作，漂亮，再压头顶，踢掉正手，再压头顶，小高球。在这种多拍调动中，只要有一拍球质量不高，就可能被对方啊抓住。刚才那个球林丹在挑的时候呢不够后场，现在场上比分是四比六。啊，林丹呢又换了一支球拍，
的观众，在刚刚结束的2004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单打的决赛中，周密呢是战胜了龚维娜，获得了冠军。龚维娜是在第二局比赛落后的情况下，腿部呢再次拉伤，最后弃权，这样呢周密就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现在正在进行男子单打的冠军，在昨天晚上混合双打的冠军已经产生，就是中国选手高林和张军。6-4。黄宗翰的防守非常好，可能林丹呢也是考虑，我们可以注意到林丹呢，他基本采取是后发制人。现在林丹发球6-4，发直线，压头顶。动作的一致性要好的话，那么另外的对方就很难移动，因为通常呢比赛中呢运动员要靠预判啊来尽可能的提前做准备，但如果他的动作一致性好，就在他出手一瞬间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在出手之前你不知道他是扣还是掉，那这个球也是一致性非常好，所以这样林丹呢就动不了。啊，这个球也是个假动作，突然一个变向，6-5。啊，林丹呢现在改变了打法，啊，刚才采取的是这种平快球。像马来西亚选手黄宗翰啊，又夺回了发球权。现在场上比分是5-7，黄宗翰落后2分。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冠军。现在5-7，黄宗翰发球，男单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7-5，啊，这种球呢，由于它虽然是半场，但是直上直下，而且又冲着上面蹬，所以运动员有时候往上看的时候，一个容易晃眼；另外球落下来的时候，直落直下，啊，这样呢，在重杀的时候稍微时间不对，就容易落网。现在5-7。
这球虽然是出界了啊，但是林丹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对的，这又是一个假动作。6-7，王东汉的经验还是比较多，现在他呢，注意这个通过节奏的变化造成林丹啊仓皇之中击球，所以失误率比较高。现在连续的失误了几分，现在8-7，王东汉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7-8，重复球，漂亮！啊，任何战术的核心都是要出乎对方的意料。出界。这样中国选手林丹又把比分向前推进了一步，9-8，林丹发球，打底线，击后。啊，刚才那个球就是林丹呢，大家注意啊，这个跳起来杀球杀得固然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前面一个球由于推得很底线，造成对方回球不到底线，就是在半场，这样呢为林丹这个人最后得分创造了条件。现在场上比分是10-8，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现在中国选手林丹发球，踢掉，放网，挑高球到底线。大家看到这种变化啊，突然来一个平球啊，这样呢造成对方的不适应。这样马来西亚选手黄东汉又得到了发球权，现在场上比分是8-10。黄东汉和林丹呢都是左手持拍，所以在战术和击球的线路上啊也都有一些特殊之处。作为运动员来讲，既要有这个大刀阔斧、跳起劈杀、扣杀的能力，要有一种往前那种啊细腻、这种灵活应变的这种技术。现在9-10，啊，林丹的接发球的假动作又一次得到了这个证实，啊，造成对方呢感觉非常突然。他在仓促之中击球，现在10-9。一脚头顶杀。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在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直播的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本年度在羽毛球上一个重点报道的项目。这次中央电视台啊特别从北京将转播车开到了广州，在这里全程转播国际羽联6星级最后一站的大奖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现在场上比分是9-10，黄忠汉发球，这杀接得漂亮，头顶杀球线，结果出界了。现在场上比分10-9，这是第一局的后半段。那林丹认为这个球呢不符合要求，让黄宗汉看了一下，黄宗汉没有意见，这样裁判也同意就可以换球。现在10-9，林丹发球，这个球呢已经在这个位置得了2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这个球啊出手的时候啊有一个假动作，好像是要打这个别的线路，突然一下一收球很快，所以来不及。9-10，杀中路，压头顶，这样林丹又拿回了发球权，10-9。阿帅往前斗，从刚才这个得失分情况来看呢，林丹可能不利，不能再往前过多，因为几次在往前争斗这个小球的时候都是。大部分呢都是这个黄宗汉得势，现在场上比分9-10，头顶杀直线，黄宗汉的这个起跳扣杀感觉到确实这个全身用力比较协调，而且球的出速非常快，突然性强，10-10。他得力，这样黄宗汉就以12-10暂时领先。结果这个球差了一点，又是在往前失误，没有过网。现在场上比分是11-13，中国选手林丹落后2分。现在林丹发球，这是第一局，打斜线，回放小高球，林丹机会。这个球也是由于往前控制的比较好，造成了黄宗汉挑高球的时候不能到后场。
大家看，这是半场球。这样林丹又追回了一分，12-13。漂亮！啊，关键说战术非常清楚，啊，这是一个发球抢攻。13-13。那由于林丹发球，啊，所以林丹呢占有优势。这个黄博翰推球角度球的过大，出界了。这样林丹14-13领先。这个林丹在接杀的时候，球出界。这个球的点杀的不错，是杀在了林丹的这个中路。啊，这样黄宗翰现在落后一分。现在黄宗翰发球，往前，还是碰着往前，又斗小球，挑高球，黄宗翰劈掉。再挑高球到底线，黄灿杀切线，林丹把球冲出去了。啊，这个球接得非常漂亮。应该是这个球呢是，啊，黄东汉占有优势，但是黄东汉呢这个有一个闪失，这个球难度并不大。反而丢掉了，这样的话林丹呢就以14-13领先。现在到了主点，林丹发球丢掉，杀切线打到底线，要打从入球回去放网，头顶拉平高球，平高球压头顶杀直线再杀，啊，结果这个球是杀丢了，很可惜。啊，高手之间的较量就是这样，本身实力啊非常接近。马来西亚选手黄宗翰呢也是久经沙场，啊，中国小将林丹呢应该说这几年呢也取得了很多大赛的好成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届呢是在1986年，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呢，中国选手啊取得好成绩的往往比较多，啊，可能是主场之力。但是在1986年的时候，冠军却被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苏吉亚托获得。那么1987年呢，中国选手赵建华获得比赛的冠军。2001年是中国选手夏轩泽获得的冠军。97年、99年都是中国选手董炯获得的冠军。2002年在广州举行的比赛中，就是黄宗翰获得冠军，中国选手陈红获得了亚军。所以黄宗翰如果今年再能够拿到冠军的话，他将蝉联冠军。13-14，啊，林丹的这个假动作，这种接球呢，已经引起了黄宗翰的注意，所以在前面的两次效果非常有效，那后面的两个都是丢分了，现在打到了14-0，这样林丹呢决定再赛三分，啊，现在呢这个羽毛球的规则是改成了一次选择权，也就是不像过去有两次选择，只有14-0的时候选择，啊，选择再次三分或继续打完比赛。漂亮，啊，接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球，啊，结果呢一个机会却没有打到，
也就我们所说的不该接到的接到了，该打到的没打到，这个跟运动员的要求有关往往难度大的球呢，他的要求很低，只要接过去就行，而难度小的球他想一下打死，所以要求过高这样就容易失误。所以运动员呢要在长期的磨练中要能够主客观能够对应上。这个球呢是打网以后又过来了，现在场上比分是15-14，现在黄宗汉罚球，今天很巧很凑巧黄宗汉来了这样一个球，紧接着林丹也来了这么一个球，所以当运动员出现这个不利的局面的时候要想到可能后面就会有利的局面，就像人生道路上一样，不可能总是挫折，也不可能总是顺利。现在14-15，只有一个拉底线球出界了比分交错上升，确实气氛很紧张，现在场上比分是15-15现在林丹发球，机会漂亮，头顶杀，再压头顶，回放网，再挑高球到底线。林丹现在不和对方斗网前，结果又是一个网前的这个回放的一个短球，回放的一个非常贴网的球，造成林丹的被动。这样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呢又拿到了发球权他又向国际裁判张代帝刘代帝呢是要求换球如果呢裁判员不同意换的话是不能换的如果对方有意见不能换，那么要看裁判的意见。现在场上比分是15-15，漂亮，机会这个球是一鼓作气，作为运动员来讲呢，很重要的一种品质就是不服输要有一种这个不服输的精神，要有一种越战越勇的精神，越到关键的时候越敢顶得住的精神。出界了，各位观众，现在林丹是16-15领先，到了局点，漂亮黄宗汉确实功底深厚，大家看到在落后的情况下他抓住了一个战机，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呢是生怕林丹有机会来进攻，所以他就积极的抢在前面。现在场上比分是15-16，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得到发球权，15-16。挑高球，
看黄忠汉的这个杀球啊，威胁很大。那么林丹呢，就下意识的就自然的会要求回球的精确度要高，所以这样就容易造成失误。所以一个进攻型非常强的选手，杀伤力很大，就能给对方带来威慑力。现在十六平，啊，还有最后一分，这是非常残酷的。这时候要耐得住，啊，林丹显得比较老练，啊，这时候没有出现那种急躁的情绪，还是非常沉得住的。运动员要想达到超一流的水平，首先是要能够把心态练好，要能够把精神因素来练到。这时候还不能急，漂亮！这球是推到了黄忠汉的正手。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啊，这个通过他的点头，也可以看到他对林丹是非常肯定的。确实，啊，我们的队员经过了刻苦的训练，在这种国际大赛中，啊，能够表现的沉着自若，啊，能够接过羽毛球啊老队员的班。我们知道像孙俊、董炯相继退役以后，啊，就到了夏玄泽、陈红啊、吉新鹏啊这些运动员啊，包括呢像林丹，所以中国羽毛球队啊一代一代的运动员呢都顶上来，这样使得这个羽毛球运动的水平啊一直能够保持在世界的前列。后场高球是高一点。观众朋友们，下面呢为您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在1981年日本大阪，中国女排是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日本呢是中国女排梦起的地方。那么昨天同样是在日本，中国队又一次获得了冠军。今天下午的5:10，中国女排回到了北京。各位观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6号下午的17点，再过10分钟，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11连胜佳绩的中国女排，即将在主教练陈忠和的率领下，从这里回到北京。我们看到提前1个小时，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领导、各媒体的新闻记者以及各地的群众就自发地来到了这里，他们在等待着女排英雄们的凯旋。中国女排原定17:40从大阪回到北京，由于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这一下子使许多记者感到措手不及。17:10，乘坐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准时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在团长徐丽和主教练陈忠和的率领之下，啊，大家看到了这个技巧非常强，双方在斗智斗勇，有的时候靠勇胜啊，有的时候靠巧打，往往这个巧打啊就显得更可贵。现在场上比分是1-1。这个球慢了一点啊，尤其往前扑球稍微晚0.0几秒，这个球的落点就下来了啊，必须要抓住时机啊，动作要小，发力要集中。现在场上比分1-1，黄忠汉发球，
在1-1。林丹2-1领先。把这个位置踢掉。我们看到这个反手位跳起来以后的这个劈掉斜线啊，效果非常好，那对林丹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林丹特别注意他这个球。1-2，漂亮，这又是一个假动作。大家看这个球啊，好像是要到斜线，突然 一推跑到直线上去了啊。今天呢这个黄宗汉的这个假动作啊，对这个林丹的影响很大啊。林丹呢开始的这个一个反手位的接发球啊，对林丹呢也是对这个黄宗汉也带来了几次威胁，但是后头呢他就注意到这个球啊，反而有两个球就是没有奏效。啊，中国的这个著名运动员陈红和鲍春来都是输给了丹麦选手皮特盖，而皮特盖德呢是输给了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现在场上比分3-2。漂亮。还是一个假动作，啊，本来要重杀向着要掉，啊，本来要掉啊，看着像重杀，本来要打直线看着像斜线，啊，总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现在场上比分4-2。现在场上比分是2-4。漂亮。漂亮。啊，可以看到黄宗汉这一个勾对角啊产生了结果。勾得很到位，这样对方呢出的球就不可能质量高，然后他马上上网出击。所以在相持中必须要出现一个比较精准的技术啊，这样呢打出一个高质量的球就能够产生这种优势。各位观众，
这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是男子是单打64个位置，那同时呢还有4个预选赛啊上来的这个名单的位置。结果呢，中国选手陈红呢是第一号种子选手，他战胜了丹麦的啊，他输给了这个丹麦的皮特盖。啊，刚才这个球犹豫了。黄宗翰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陈玉，啊，又战胜了丹麦选手皮特盖而进入决赛。拉底线，杀直线，在马来西亚选手黄宗翰是6-2领先，啊，在第一局呢是打到了14平以后，林丹取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6-2，黄宗翰发球，杀直线，这儿林丹夺回了发球权，中央电视台。现在我们在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现在黄宗翰，马来西亚选手黄宗翰发球，双方第二局打到了2-6。那刚才这个球是出界了，7-2。2-7。这样黄宗翰有夺回了发球权。出界了，小高球到底线，平高球拉底线，头顶杀，再挑到头顶，劈掉，连续劈掉，我们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往往这个被动啊，都是
由于没有到位之后，球呢打到半场啊，或者到近网，这样被对方打死，或者是自己失误。所以运动员的能力呢，就是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仍然能够把球打得很准。杀！啊，今天的动作非常优美。啊，从起跳啊到击球，整个呢身体呈一个反弓形，像弓箭一样啊拉开了射出去。现在4-7。啊，林丹那个发球啊，啊，很及时，再来，漂亮，这是发球抢攻。按照裁判规则，只要主裁判报完分，啊，这样呢就可以发球了。所以林丹呢，等于报完分以后呢，他发球的时候比较突然，所以给对方感觉有点措手不及。现在6-2。7-7。这样林丹呢，刚才落后的几分很快就追回来了。林丹在这一段打出一个小高潮，现在7-0。下斜线，漂亮！这球打得非常巧。大家看，有些运动员看到这个机会就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可能就出界了，所以说明林丹还是很冷静。由于今天这个天河体育馆坐的观众非常满啊，所以这个观众们呢也很兴奋。啊，他们也采取了像经常看到足球比赛赛场上的人浪的那个形式，啊，绕着圈的开始一部分一部分的站起来。现在场上比分是8-7，林丹现在领先一分。林丹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8-7。林丹在进入前8名以后呢，首先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夏轩泽，啊，2-0战胜了夏轩泽，接着呢又战胜了中国选手朱伟龙，而进入到决赛。林丹现在正手位接完球以后，啊，可能是反手的漏洞比较大，所以他着急往反手跑，几次呢都让这个啊黄宗翰抓住了他这个反向的位置，所以这看来今后在训练中还要加强。现在8-8。漂亮！啊，这球贵在突然。这样林丹要夺回了发球权，现在场上比分是8-0，林丹发球。由于在第一局比赛中打到14平，然后林丹取得了胜利，所以对林丹整体来讲还是很有利的。现在场上比分是8-0。漂亮！啊，林丹呢，在场上通过他的表情，通过他的这个战术，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清楚的，啊，很冷静。8-8。
他头顶。现在场上比分是9-8，那林丹领先一分，林丹发球。这样林丹就以10-8暂时领先。中央电视台，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这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六星级大奖赛2003年的最后一战。谢了啊，像这样的超一流高手要想出界就必须打到很难受的位置。在昨天的记者发布会上，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啊，当有人问及到这场比赛的时候，李永波说林丹和黄宗翰两个人可以说都有胜的机会，实力也很接近，关键要看临场发挥，说谁取得胜利都是自然的啊，都是正常的。观众呢不断的敲击这个棒子，声音呢非常大，所以运动员呢要有很好的适应性。现在8-11，哎呀，现在场上比分是9-11，黄宗翰发球。经验上还大家可以看到啊，他这个变化非常多啊，出手非常刁钻。那场上比分是10-11。界内。现在场上比分11-10。漂亮，好球啊，这个球也是因为黄宗翰的回球质量不高，所以林丹看起来好像要推出去啊，但是突然一个剪力啊，他观察的可能是观察到黄宗翰已经退到后边了，所以他突然一个剪力，因此抢这个比较高的击球点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现在12-10，啊，出球都非常刁钻，每一个球几乎都给对方很难受。低调，漂亮，机会，好球，
参加雅典的奥运会，对运动员的每一场表现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一个队呢只能有三名选手，男子单打只能有三名选手，所以要看看我们的对手，世界上这些强的对手谁最有把握，那么很可能就能派谁参加奥运会。因此，运动员的每一场比赛对他们参加奥运会来讲都非常的重要。现在林丹以13-10领先。找到后场，界内。通过这两个球来看，马来西亚的黄宗汉可能呢，他体力上或者什么有些问题，因为他这时候有侥幸心理。通过这个细节可以分析，也可能是判断上的失误，但是往往呢，当体力不行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14-10。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的赛点，由于在第一局比赛中双方打成14-14赛赛三分，然后中国选手林丹取得了胜利。现在10-14，黄宗汉发球，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黄宗汉领先，林丹把分追上来。现在场上比分是11-14。11-14。漂亮！这个球打了一个斜线。又到了比赛的赛点，14-11。机会。这时候不能着急，要沉得住。那个击球不广，现在对林丹非常有利。第一局赢了，第二局14-11领先。现在黄宗汉发球。这样换发球，刚才可能是判黄宗汉发球违例。现在场上比分是11-14。现在林丹发球，接得好，再拉一板，放到正手，林丹跳起杀斜线，再放往前球，头顶劈掉，平抽，放网，现在场上比分是11-14，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是落后三分。中央电视台，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是由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和中国选手林丹。中国选手林丹呢是在进入前八名之后战胜了本队的队友夏天泽，又战胜了苏伟伦而进入决赛。黄宗汉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陈玉，然后接着又战胜了丹麦选手皮特盖德而进入决赛。现在混合双打的冠军已经被中国选手高林和张军获得，女子单打的冠军被中国选手周密获得，这是第三块金牌。刚才呢林丹又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这个球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奏效，
中间呢被马来西亚的黄宗翰破了，啊，但是现在呢又发挥了威力。现在林丹发球，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翰啊也打得非常顽强，运动员就是这样啊，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应该说马来西亚的选手啊黄宗翰在这次比赛中呢，他把皮特盖德啊给打掉了，而皮特盖德又战胜了中国选手陈红和鲍春来，现在11-14。啊，发球抢攻，12-14。啊，林丹很沉着，大家看，啊，随时准备往后，随时准备往前，表现了良好的机动力。现在场上比分是14-12，林丹第三次赛点，挑高球到底线，杀直线接杀，再挑高球，回到正手，头顶杀，杀直线挡对角。这样黄宗翰在踢掉的时候球没有过网，林丹终于以15-12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由于第一局他已经取胜，这样就以2-0战胜了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翰，获得了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样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的这个栏目中又加上了中国选手林丹的名字。知道1997年和1995年啊，冠军呢都是董炯。到2001年是中国选手夏轩泽，2002年是马来西亚选手黄宗翰，那么2003年就成了中国选手林丹。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啊拿到冠军。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们看到林丹呢，这整个表现啊非常沉着，啊打得很坚定，很果断，啊表现得很充分。啊，黄宗翰呢在今天比赛里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假动作，啊他在落后的时候不放弃的态度，他关键的时候这种经验和应变，啊这种忽快忽慢的这种变速，啊都值得中国运动员学习。这样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3项冠军都已经产生，就是混合双打的冠军由中国选手高凌和张军获得，他们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陈其球和赵婷婷而获得冠军。女子单打呢，中国选手周密战胜了队友龚瑞娜而获得了冠军。啊，现在呢是刚刚结束的男子单打比赛，也是这5场比赛中唯一的中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进行了一场比赛，中国选手林丹不负众望，获得了冠军，我们祝贺他。现在我们看到林丹啊和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翰啊又要出现在领奖台上。啊，作为这个运动员来讲，确实啊平时的训练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并不是辛苦就可以得到好的果实啊，必须要开动脑筋啊，同时呢要有坚定的意志。要有远大的抱负，要从一步一步的做起。走到前面的就是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翰。体育比赛呢就是这样无情和残酷，在刚才还难分伯仲，现在呢冠军已经产生。
所以运动员要有这种良好的这种心态和度量。马来西亚的黄宗翰获得了亚军，在这次比赛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陈玉，战胜了丹麦的选手皮特盖。这次国际羽联副主席也特别赶到了这个中国的广州，来观看整个比赛的情况。由于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国际羽联的六星级的比赛，所以呢，国际羽联的副主席古拉纳先生特别呢来到这里，代表国际羽联来监督整个的比赛。大家看到，这就是中国的小伙子，来自福建的林丹。林丹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现在大家将看到的是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大家看到李志荣给到了林丹的奖金和奖杯他将获得20000美元的奖金，整个的比赛是25万美元奖金，将在5个项目分出。同时呢这个冠军、亚军、前四名、前八名和男子单打的前16名都有奖金分配。我们再次祝愿中国羽毛球队能够在2004年能够取得好成绩。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世界上各国的优秀选手不断推动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发展，给羽毛球爱好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比赛和享受。今天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几乎是坐满了观众，他们都来观看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六星级大奖赛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么按照我们的日程呢，接下来呢将是女子双打的决赛。3号场地将进行女子双打的决赛，比赛号431，由中国的杨维、张杰文。女子双打决赛呢，也是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由中国。